说中就炸，请问世界上有哪些灯？真的？假的？你妈的！他妈的！你他妈的！停！你们能不能说点正能量的词？别教坏小朋友了。哦，懂了，那我就来点奥特曼里面的正能量台词。怎么还在追我他妈？下一个，请问世界上有哪几种色？那必然是黄色大小姐。不止，还可以是红色大小姐、黑色大小姐、绿色大小姐和白色大小姐。这是开染房了吗？这么多颜色。挺好的，我喜欢绿色，以后还是叫我绿色大小姐吧。啊、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。下一个，请问世界上有哪几种汁？红汁、西瓜汁、草莓汁、傻汁。好啊，你敢骂人，指定没有你好果汁吃。指定没有你好果汁吃。